失望的亲兄弟，见面煞袂当来相认，这位的心内痛苦，什么人会知影呢？伊决心要来探问伊乡亲之处，在确定乡亲都已经去世了后，问起天庙对包兄的看法，天庙却将伊当作是只知影荣华富贵，连爹娘祖先拢无爱的人。这位的心参像倒咧挂同款，忍住悲伤，甲天庙结成生死之交。这位继续探查身世。王叔清千方百计来阻止，想要将张金龙、丁桂秋杀人灭口，却为反倒转来要救沈金龙人，对一个水道而出。沈金龙、丁桂秋受到风摇庄主的收留，在此养伤，两人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，情谊愈来愈深。但是在这个时阵，王叔清要同官府要来抓人，一对家人又搁被吓住。沈金龙被绑顶掠走，在要被斩的时阵，却会出现，免得一死，被关入大牢。绑顶设计做好沈金龙的计谋，造成五路门对却会的误会愈来愈深，却会痛苦不已。却会无奈来到李家川等候天爹。伫咧天爹被告时阵，家是一个人来到溪边，伊外煞来看到毛树花香比林下火连连。做我真水，水啊！我是水啊！本来是做羊包，你都会倒转来看我。今日羊包我都讲我做羊包，我对你问过，你不承认，你还不小心。杜姐，我是天佑。你都在看我，苏姐，你都在。
用心。林青林是我大兄，一面大人生啊，贪污贵，一世一贯啊，我咧赌球位，贵手不拿烟啊，心安。都是啊，是的，两字灰，是的，两字灰呀。我甲大叔兄有二十年的同门之谊，幸好好，一摆大叔兄为了小弟来送你，我用这电话发下誓言，我叫天爹，无依着天尊这个大兄，伊的下到驸马爵位，我是开始大叔兄的修理，一定要替大叔兄报仇。咱五路文的规矩，现在大孙也无伫，应该我将宝剑爱交向五路文的掌门里，我来去摕。叔，什么人？罗山拜见掌门里。免礼。可曾参听到客位的行踪？回禀掌门里，俗话这个消息，客位打扮做汉人，在西湖一带出现。我明白，大哥伊来到中原，是为着要找找一个画中的美女，又就是世子乌盘大美女。莫怪，伊是走去西湖。啊，拄则哦，我发现金姑娘的包袱啊，甲剑拢无看啦，啊，甲留一条皮，是要让你紧拍开看嘛，唔知写啥物啦。拄则一个人去西湖，找客位报仇啊。哈？客位是西湖？对，伊伫昨暗罗山向我报信的时阵，去我三叔家听到。哎呦，啊，他讲贵亲哦，个性有哪有够急的啊？咱五叔叔一直在交代讲吼，咱绝对免去离开风摇村，爱家己一个人安尼懵懵懂懂做伊去，还拄着风筝安尼自投罗网，吼！安尼我去叫伊转来，嘿，小弟，讲着啊，一个走无到，第二个走去到，叔弟啊，啊，咱是不是应该爱入来去啊？当然爱，你那年和三叔仔甲这叔弟去冒险嘞，等下，我赶紧到你做伙去，好不好？你，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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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尔啦，你敢有路用？一盒仔敢若收花枕头的，莫讲你要去坐饭店啦，啊饭店都免甲你抬，迄肉尾安尼甲你扛落吼，你著敢若吼，你著碰着安尼昏昏去，三文七饼拢飞了了。我看吼，你也是好啊，谈朋友，算做你的大小姐较秋气。啊！哎呀，哎！太无嘞！吃白白娘。阿爹啊，你都唔知啊，这个臭小姐哦，足无长势的啦。讲我是收花枕头，我刁工哦，出两句那要鼻汤去，让伊知影我的厉害啦。你足厉害，你自个好厉害害。讲你个嗨嗨嗨，你真正赔钱哦，你来砸嘞！大姑娘。请堂主，李书记的。刘公子，连书记的事，老夫拢听着啊。你出去去说哦，老夫点茶提水，随后帮助。多谢堂主。阿爹啊，我去跟你做一起。刘公子，刘爷，若您身手不弱，哪敢去做点事啊？也给些帮助。好，多谢。什么时阵再搁伫这溪仔边翻身？你安尼，逐工稍等，嘛毋是办法啦。咱不如来庄头庄尾四界找看卖。对哦，伊既然在这出现，一定就是住伫附近。我应该来附近找伊呀。Oh, my God.
在捌画中这个美女无？唔捌啦，唔捌啦，去别位找。啥个啊？是伊哦。哎呦，公主的啊，你实是足捌画的呢。啊那伊哦，是阮这个丽凤楼内面上水，佮上好生呢，佮上好唱歌的白牡丹呐。是不是用伊请来见一下哩？当然会用的咯，也毋过，毋知你请会起啊袂吼？哎呦，我拄目睭毋捌看过这大粒珍珠啦！哎呦，公主啊，我王三嫂目睭看无清达。叫我走去啦，走掉了。
哎，公主，啊，哥哥那句狂吗？那你自己，那句狂吗？是哪个我走？妈妈，哎，公主啊，我等哦，自细汉就滴到迄个头风啦，啊，那受气哦，骨背就会发作啦。安尼啦，最近吼，你当只大队长啊，算讲好一个领主啦。安尼伊的病吼，唔再好了较紧。好了，好安尼啦。食的吼，啊较大个，这钱吼爱算算的啦。哎，还久呢，我无等吼，只要的钱，若是再算算，安尼较袂挣扎啦。叫三百，你的银票有够无？阿爹将来都莫提起你的婚事，只有伫关怀的时阵提起过一遍，我才知影，阮迄个无缘的媳妇，伊是要真死的。你阁唔肯改嫁，只会误着你终身大事。对啦，阿姊，阮迄个无缘的媳妇，伊叫啥物名啊？爹，咱真细汉时阵捌讲过，遐尼久哦，我嘛唔知。阿姊，不管咱怎样讲，未来之夫，伊死的时阵，还佫伫咧手里抱，你何咪佫为着一个手里抱的囡仔，顾着你的青春幸福的？阿姊，你安尼足无价值的呢。哎，好啊啦，有即个阿爹若为别人倒转来，我再给阿爹讲，叫伊另外佫来一个门婚。Thank you.
是啥物甲你戆拄啊？伊家己才咧戆拄啦。人拄家伫咧大庙边啊吼，看天就知会戆吼。你干哪要讲白，你看啦，安尼害人啊，阿甲规身躯湿糊糊啦。你是咧笑啥？是我当然笑你啊！我讲你手为金头，就手为金头嘛。哎呀，唔声音，两只啊好压个，就一直拍卡子。我看吼，你也是转去恁迄个恁村的内面吼，做咧大小姐好啦。我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你是啥人啊？这么来吼，我你即摆是咧叫玩呀？无叫问吼，我即摆无咧叫，我是咧叫问一个吼。哦，叫我，那你是比我加管偌济呐？啊，你话管话过，凊彩猫仔狗嘛拢有啦。我当当是咱主人在丈夫哟，我是表名同，你知无？卖叫我话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叫我怎闹？你讲啊，你讲啊清楚啊！我当然嘛是讲你啊，我讲你就是讲你，无你即摆是咧安怎？我三不两三，你做你爱讲笑。先我来，我做个做个指挥官。小公主，这件代志你卖管，这件代志这大阵哦，叫上来瞧都拢同款啊。今仔日哦，我绝对要来知影副座你偌厉害。无你即马是要等啥？你即马在等你的花裙秀腿呢啊？二哥，你这是何病？咱即马三叔这吉凶病狂，地主的下落不明，你还搁这个闲工在那搭配讲？厝爹，你唔敢去气的哦，二哥。你有听讲了？迄一个事情，咱家伙来坐下来参详一下，我要为倒一个方向去找小姐因啦。好啦，我看你阮厝地面子上哦，我无法度嘛，是爱甲你回信安尼在呗。啊，听姑娘，实在吼，哼，好。我的代志是三叔姐，对。为着片面消毒身份，今后只要行冰箱内就用你。是，公主，放心哦，请。用神经量的所在，公主放心，神一切拢安排妥当。过溪山的大地主翁二虎已经行到咱西夏国，神已经将神知影了，唔免搁讲落去。是。
看伊两个吞吞吐吐，莫非心金龙无死？唔爱脾气，你放心去。既然决心，要来中原做事为正理，别人该看过，伊是绝对袂听。所以，只有制造一个五路门的误会，使伊无法度伫个中原立足，才会当叫伊倒转去西夏国。同志，五路门忙是防范之备，万一那是犯法的。驸马并无提起心金龙之心，迄个时阵，放心哦，你放心，今后咱会不断制造去威驸马甲五龙门之间的误会，让因根本都无和解的机会。公主，放心哦，请过来看神的第二部计划。真贵气，公主。假使讲咱若阁放出消息，就讲金贵秋也死在驸马之手，那安尼五路门甲驸马之间的误会，敢有可能通澄清是？免公事，因尘封笔记，只是为着想要吸引回国。我却不甘心把周金明快登做大王。我来中原的目的，就是要吸引永远都无法度登去西夏国。卖怪我等咧对待你，这一切拢是吸引驸马官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敢后背作妖，讲驸马是汉人的人，驸马拢袂放伊走。你也是乖乖受死。金贵秋块个少年人已经被去翘牙顶头，咱若是要讲起哩，恐惊也真无简单。公主，就算咱唔上山，金贵秋甲周瑜迄个少年人也绝对走袂去。哦，你真牛吧？嗯，这座焦头山乃是座高峰，山的后壁就是青江河，落山的路敢若有这条，咱只要将这条路甲固定。因两个就算是差十个难背。
我的心在这多需要声音消息了，我的弟弟心里有事，弟弟赶紧忙来找我。啊！今日做，健康又不要你阿哥，不如趁这么夜钱，你赶紧动手。素姐，为咩哪有可能叫你放在门关？你若有讲唔走，那些话我五次都唔知三桩，你知影无？若要走，咱做阵来走。搁甲听讲，还搁留伫阿妹遐，伊要哪有可能是一帮真个对手？这条件是凶多吉少。阮父兄弟讲个人话，大叔兄伫去为所害，即马即出，卖哥哥，卖哥哥，卖哥哥。都甲听讲有今日的天晓，会当安然脱险。阿姑娘，啊，你是对我袂啦？哎呦，莫大啊哀啦，念伊就对好啊啦。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好。好啊，紧啊，我紧甲你讲。对哦。去倒啊！你客了，为我脚只饼的肉搞啊！你落去，我去中着饭店的金针排骨。嗯，什么的金针排骨？我教你过几晚的金针排骨，教你效果。哎呦，不是啦，算不知影饭店的金针去试着我的排骨，简单讲叫做金针排骨啊。好在在吼，伊是用金针搞啊堵着了。你不要紧啊，你吼紧甲你落去以后搞啊糊糊，甲拔出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什么啊？阿娘喂，你叫我拿这个刀啊，把你的肉挂开哦！莫滚粪球！你紧做，我若安那甲你讲，你就安那做，安那无哦，佫发疯嘞，我是愈来愈严重了。有遐这严重了啦？哈那，好啦，
冯天是用金针去甲我刺着，伊若是用雪花剑凊彩甲我划一刀啊吼，我看我一声吼，搁安那搞也是无效啊啦。今日伊甲我勒有开阔的金针，紧甲我拔出来。哦，你唔惊疼哟？爱心也搞着啊，疼嘛就爱好疼。好，今日你讲的，卡紧来啊！相公是欢喜，你紧给我背出来，要给我哥哥的。好，背出来哟，背出来哟。少年啊，已经予咱维持顶关浸没几日了，现在到今嘛，含一个动静都无看到。无定了后山另外有出路，因已经都走去啊。本统领，传令大家攻上山来。攻上山，是。共享三是共这你的工作我走范青龙，你对着金文阳用手之后，也攀上了九头山，为什么无抓到因？丁贵秋已经跑来请江湖，我是不要抓伊。那呢？一个少年人，敢讲你也把这金金快得到性？躲走！冯素心，你敢告我的话？神不敢，神只是提醒范青龙，无应该放走那个少年人，因为那个少年人就是五龙门的掌门人刘天一。
龚自清对岳鹏五放走赵天业，岳鹏五的命运会如何呢？这位找到的却是白牡丹，不是何连连。何连连上岛来到歌楼，这位敢有法度人甲伊见面呢？真是极是亲近的客位驸马。迎宾见到客位，劝伊回西下讲，客位煞讲后悔还阁会有，何里改嫁别人？这是为何呢？金龙被困寒山窟，迎宾公主如何说服金龙为客位身世做证？客位要如何继续探查身世甲画中美人呢？下礼拜一，请继续收看《秋江烟云》第九集。